Amen.对政治的人来讲，辛苦政治的年，上胆寒的就是染着鼻腔癌。那拜六鼻腔癌侵入伫伊所辛苦政治的，伊的善良，伊的辛苦的结果，大大减少，甚至一无所有。鼻腔癌，因为伫咱的生存的环境的内面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你都可以看到病虫害。到底迄个鼻腔癌，你要按怎样面对？放任它，还是你会用心处理？这个家你有看到两个水果？正手边面顶到倒一边的脚，无论是咖啡还是迄个食客，鼻腔癌伫遐咧侵犯。第二则开始的是，你若无好好处理，去互伊看开，你什么都来不及。来看到倒手边面顶到下脚，无论是人伫咧头鼻腔癌，还是即卖真新的一个方式，就是用牙啊。一个替咱人，一个掠鼻腔癌。我阁讲，伫咱生活，在我们生存的每一个环节、每一个细节，都有看得见、看不见的病虫害。放任它，还是你真正用心去排毒？你伫伊个时代，伊面对一个真大个问题。伫伊个同胞个内面，竟然发觉有真侪最官个犹太人的大官贵族，竟然成做所有百姓个吞拿者。最官个敢是为着保护百姓吗？城市最大官的，甚至高阶者的贵族，因成做整个百姓的吞拿者，成做百姓生活的宠爱。因为尼米，当咱开始伫咧谈尼米的时候，你看到尼米这个青年人，伊是亡国奴，蒙古的青年人，互掠到伫大帝国。波斯帝国王的身边，伫遐伫咧做酒酒，伊会当家己过一个很舒服的王身边酒镇的生活。但是当有一日听到他的同胞伫亚罗山岭竟然城门放火烧，城墙规个去互弄破，伊的百姓一点仔都无安全，伊怎对迄个真安稳的生活环境跳落去？伊甲王讲：“我要转去。”你若会当放我假，你若会当阁用你所有的资源，即个茶木材，帮助我去重建我的故乡百姓耶路撒冷城，甲耶路撒冷圣殿的大门，规个拢派去了。他带着使命回到自己的故乡，要重建耶路撒冷城，重建耶路撒冷的圣城门，因为整个都毁坏。这个是尼希米这个青年人倒转去耶路撒冷上要紧初始的爱、初始的使命。但是咱即马大概到第五章的时候，你看尼希米的心拢改变。伊对酒井、大帝国、波斯王身边的酒井，不管伊做到偌大，也他还是王身边的一个奴隶的身份。但是即马几年后，已经身份转变。13、14年后，已经身份转变，变作王太伊倒转去，伫亚罗撒冷做犹太省的省长。
신대전에 지금 승리한 시행팀. 제가 你会看见，这个省长甲迄个省长有啥物不共款？你慢慢来讲。来，咱对五章十五、十四节，咱来读到十五节，咱到边读一下好无？预备，来。自从我父拜做犹大帝的省长，就是从亚拿歇西王二十年，直到三十二年，共十二年之久，我与我弟兄都没有吃省长的。在我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担子，每日所要粮食和酒，但我因敬畏上帝不这样行。啊，你当看伊即个身份改变了，伊对酒井，一个对亚撒列那边同胞充满爱心、热情，充满了保护、重建新的热情的一个年轻人。即马转化变做一个省长，你知影？做酒井没有实权，做省长管理一心枪，这个是一个真大真大身份的差别。省长有地方的习惯，省长会当扣税金，省长会当制定地方的法律，省长会当做这项做那项。所以省长若好个省长，百姓好过日；省长若歹，百姓苦日子。省长一个人会影响规个大环境个生活个品质。因为安尼省长有要紧啊，无要紧？而且讲一项，五章十四节讲。我这十年离来，十二年来，我当犹大省的省长，十二年我都没有拿俸禄，有良心税无？因为伊伫王波斯帝国王的身边做酒井的时，王有予伊好的条件，伊就累积家己，然后倒转来开伊家己的。安尼有听心无？真有听心。后壁遐我点点点十五十遐点点点，其实遐。伊咧讲着偌侪身边遮个当官遮个贵族，拢伫因兜出出入入，伊逐日请客，伊逐日请客。你知伫王宫内面是伫首都，首都的绿迄个贵丽，首都的货物拢足贵，居住环境都很贵。即摆伊摕遐个钱转来到伫即款个偏僻，也无啥物对因来讲是偏僻个所在，迄个钱足好用。回来到家，大家有真侪人，伊到家食无倒，伊拢阿个某互人食无倒。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负担，以前的省长加重百姓的税金，以前的省长逐日，拢伫百姓的税金的中间，摕伊个钱伫咧过家己的好日子。但是伊讲，我因为敬畏上帝，怎么样？我不这样做。注意哦。他不这样做，因为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我不这样子做，因为我是一个有信仰的人。我不这样子做，因为我是一个爱对面对世上帝有责任的人。我知道我的心是受托，我爱对我的主，我的上帝交差。对酒井转化变作修订、修订啊。今麦问题是。你知伊今仔倒转去伫遐，是安怎耶路撒冷的城墙互人拆毁？是安怎耶路撒冷的城门互人放火烧、化茶放火烧？因为周边有真侪外族的人不断的攻击、掠夺，所以伊倒转来到伫家己的故乡，面对的是寡族的吞打。即摆第五章来到伫遮，伊转来甲伊个百姓三个大，伊发觉一个问题：，唔呐外族，我个百姓，我个同胞，唔呐受着外族个欺压、吞打、抢夺，竟然家己犹太同胞、犹太，你知这是奴隶，啊奴隶大帝国拢会伫因个中间捡一挂自己人管自己人。啊！即摆问题是，即个边啊路咧，即群互
即波斯帝国经起来做顶顶的官员的遮，因全滑倒转来，一起压吸家己同胞的血。即个遮，咱到底读侪多？我就第一站到第七站，咱到底读侪多？来，满心感恩的七大大护好，埋怨他们的弟兄有难。有的说，我们汉河里人口众多，要去得粮食度饥；有的说，我们点了田地、葡萄园、房屋，要得粮食充饥；有的说，我们已经折土地，房屋、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缴税。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，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样，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，我们的女儿已经为婢了，我们并无力拯救，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。我听见他们不好说这些话，便甚发怒。我心里说话，就是会对众判官长说：你们个人向弟兄起立。于是我遭拒大会攻击他们。这是一个真大的哀求。你比家己一旁的热情、热心，转来到家己的故乡。伊伫个遮个百姓个内面，无甲因领因个薪水，伫遐用伊家己个钱伫伊吞，伫伊吞，然后开始听着，等于行入个民众个内面，伊才听着民众家庭每一户位个哀求个声。伊听着啥？听着遮个人伫个哀嚎说：我们和我们的儿女人口众多。我们的田地、葡萄园、什么园，通通拿去典当了，拢顿了了，三横厝的顿了了，为着要甲王交税，为着要，然后我甲我的三横等，我甲我的查某囝陪互外族的人，城市优待家己的同胞，遐官长，互伊家己的同胞。兄弟姊妹家庭遭受这么大的苦难，因为当年你热情倒转去，为着家己的同胞，看到这样的景象，竟然自己的同胞里面有那么多的虫害，你比那听这样的百姓一个两两，你比那放任这样的百姓归于帮体，你知道这些人已经受天变成两群的人。有权的人甲无权的人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，你看到这个放任吗？不管吗？还是爱做一寡什么代志？这个家，你讲伊听到这个代志就真生气，非常愤怒。人若会生气，也阁是好，也阁有救。人若会为着歹生气，因为真惊，就用人生活在一个大环境的中间，你已经习惯了，还是你已经变成真无奈，也无法度了，无法度了，咱会当创啥？你比无五家的社会势力，对不起，伊嘛无看做理所当然。伊伫遐生气，然后伊责备遐个官员、遐个好爷人讲：恁大人五兄弟处理性吗？然后伊组织因，然后开一个大会，公众批判因。因为伫这个遮，一个真要紧、通常最大官的人，面对下骹手的人，普遍的腐化，通常一项，他是选择闭嘴。这是穿西装、坐领旗的人，通常伊的惯常的反应态度。因为在一个无顺、无平、不义的社会，我已经跟人无同款，我已经穿西装，我已经坐领旗的人了，我卖去插外口了，因为我若插了就有代志。
因为外口外族变作统治改善地的统治北社遮的犹太人，犹太人家己本身佫内化变作两边的人。啊，这个是尼比回到自己的故乡，转去到家己的同胞，面对同胞，伊所听到、伊看到的情景，他要怎么处理？他要怎么面对？伫遮一个真水圣经内面一个真水的是出来记第三章第七节，这是上主听到犹太伊迄、那个这个以色列百姓伫埃及苦叹的声，我来面对埃及王的压迫，遮人的声，遮人的苦叹，遮人的哀求，上帝讲我已经听到。咱甲即只真要紧的圣经在。这是出埃及记上要紧，以色列百姓要安怎出埃及？上帝要安怎找摩西带因出埃及？这是上关键的一项。到底上帝有听见无？到底上帝有听有看见无？上帝老装耳作哑，所有这代志拢有发生。即个问题点在伫遮，上帝讲我看见啦，我听见啦，我要找。因为这是一个关键，啊，咱到底大家来看哦。出来听听第三章七十一节的来。上主说：“我已经看见我的子民在埃及受逼害，我已经听见他们渴望挣脱奴役的哀嚎，我知道他们的痛苦。”上帝看见，上帝听见，上帝知道百姓的苦哀嚎。他们想要挣脱，因想要过一个无同款的日子，换一个无同款的人生。上帝看见、听见，上帝知，上帝做一个伟大动作。咱伫遮看见，尼米做一个省长，伊嘛已经看见啦，已经听到啦。然后伊就开始组织遮个百姓来攻击遐贵族甲大官，然后讲恁着。放弃对因不继续修一些，了解了咱咧讲的是靠官念，拿到官的人真容易，迄、那个官兵真容易互伊腐化，因为权力使人腐化。但是拿到官的人，伊乃当尊主最大，疼人亲像疼家己。拿到官的人，迄、那个官兵真好用，伊会当好好啊善用伊的官兵。做真水真水社会改革，然后拯救百姓，互伊出乌暗一光明。耶稣咧讲着官兵，即个耶稣咧讲着即个官兵，凡事都倒转来伫耶稣。咱咧讲即个耶稣，带咱看到一个上帝国。两千年前，耶稣互咱一句真水真水的话，伫咧坚定今仔日现存的社会实景。遐个做咱的官的人，因是毋是有学习成做上帝使者，还是做官的人成做巴结人的，抵挡上帝，然后滥用滥用上帝赋予的权柄？来马可第十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五节，咱老天读一下，来。耶稣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。你们知道外邦的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你们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，这样你们中间谁变为大就必做你们的佣人，在你们中间谁变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，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因为两千年前耶稣已经将今仔日民主社会上要紧的一句话，就是人民为主，上好这个世间。耶稣两千年前已经上任世间一项最乖的，就是要做正人的萝卜。所以公仆，那是现代社会在。对耶稣的话去找着，竟然两千年前耶稣已经在讲着，最乖的就是正人的萝卜。
到底做官是毋是一个好的官？在伫即句话就是一个检验，伊会当成做，伊是毋是正人的老母，还是伊徛伫正人的面顶一个职位？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检验，一个官官职合宜啊。伊讲耶稣讲人主来，毋是要服人服侍，是要服侍人。连耶稣都讲，我来不是要给人服侍，是要服侍人。这个是基督徒咱今仔日伫个看，咱要安怎甲这个世间黑暗的世间，还是讲咱若要做见证，咱要安怎？咱的态度就是出去，出去。嘿，咱做基督徒真侪上帝惊住的，咱就是要出去，要去服侍人，听人是上在去。权力有机会，咱就真做一个有权力的人，通过咱的权力，通过咱的权柄。会运用，然后予百姓会当得到更较侪生活的平安甲喜乐，大家人较有过日子。所以第八节到第十节这个才讲，我就对因讲，我们尽力赎回我们弟兄，就是卖外邦人犹太人，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？哎呀，已经感慨。我若安尼，我转来做恁的成就了后，我不断地在那里抢救，卖赎回一挂恁已经卖给外口人的、外邦人的这犹太人。我努力甲因卖倒转来赎回，互伊变做一个自由的人，搁转来到伫咱的中间，然后咱中间竟然有人搁直直卖，搁直直甲咱的人卖掉，卖掉再好，阮搁回倒转来。恁这在想着啥？拜拜人在咧放生了。我一腿的汤瓜，精神放放落去，然后搁抓转来，讲安尼来放生，然后大家搁去买，现在看着我想着啥？你比讲无应该啊，无应该。所以你比个攻击跟责备了，因这人真有良心，他们就静默不语，无话可说。然后你比得搞得个讲。你们所行的不善，你们行事不当敬畏我们的上帝吗？这个拖回来的信用，咱徛的信用就安在好款待咱家己的同胞兄弟啊。因为台湾咱也是拼一家人，咱甲咱的政府官员也是拼一个国家一家人。咱但因甲咱，咱甲因要安在伫这个家互相三照顾，成做一体，无不协调。大家人三角伫咧祈求即个安全，大家人三角伫咧面对上帝，因为上帝要听伊的百姓。第十章即个在讲，我甲我的兄弟甲罗伯，嘛将钱银粮食借予百姓，阮大家人拢安怎免因的利息？即个百姓已经真艰苦啦，真歹生活啦，我。甲我的兄弟就对何叔转来遮个，因有一个态度拢讲好。面对遐个苦难欠亏的兄弟姊妹的家庭，借予因他们过日子，无甲因处理息。因为你等下咧看到讲因的利息偌悬啊。来，十一节到十三节，咱斗阵读一下好无？对，来。如今我劝你们，要将他们的田地、葡萄园、橄榄园、房屋，并向他们所取的一切田间、粮食、新酒、公牛，百分之一的利息都归还他们。众人说：“我们必归还，不再向他们索要，必照你的话行。”我就召了祭司来，叫众人起誓。你照着所应许的而行，我也抖着修剪的衣襟说，还不成就这应许的，愿上帝照着赌他离开家产，按他劳碌得来的，直到抖空了。会众都说阿门，又赞美耶和华，百姓就照着所应许的去行。因为你伫这家看见一个好的中官，一个好的省长。伊听听到百姓哀求、苦痛、惊惶不安，伊听到了，伊马上采取行动，
爱是要有行动的。你对什么人听，你真正爱，我昨暝真感动。咱的指挥司令老师伫咧对这各家的生活对话，爱是什么？要注意你身边的人，你爱他就要满足他，你爱他就考虑到他的需要，你爱他，你听什么人，你就会想起伊思思念念伊，因为真正听伊，不是对伊恶念，真正听伊是伊需要啥，你补足啥，这个叫做爱。你倒转去真正疼伊个百姓，你倒去耶路撒冷真正疼耶路撒冷，伊倒去伊个城就变作阳光披遮。爱是一种建造，把围墙建造了，让围墙里面的人有安全。爱是一种行动，把被烧毁的门窗通通给重新架上了。我想，真正的疼是具有行动的。不是口号，不是信仰的宣告。即摆问题转来到伫遮，咱知影伫咧听中华，咱知影伫咧听中华即块土地，咱也必须爱基督徒的爱，若无行，若无行无义，这个爱都是虚空的。因若真正有行动，伊伫遐讲，恁遮长处体袂使阁共斗咧，行行啦。但修的利息嘛行啦，相对迄个是修的利息偌济？修的利息偌济？1%，1%的利息管哪个？1%的利息管哪个？真低啊！即个银行，请问银行1%的利息，你借得袂？借着袂，即个是我借钱的中间哦，利息上低的时代啊。我借，我甲银行贷款上悬的是到10%的时代也趁钱的，但银行借钱也趁钱。即摆银行利息偌济？差2%左右啦。甲银行借钱2%左右哦，趁无钱啊。当初甲银行借10%，会当赚钱哦。即摆甲银行借1-2%，也阁用钱用利息用袂起哦。你要注意看，即连1%的利息都付袂起，安尼迄个时代日子好过，经济好歹？歹。迄个时代经济，你会当想象经济歹到偌尼凄惨？所以白家，大家人都爱去卖囝、卖查某囝。像那咧卖是查甫囝先卖啊，查某囝先卖。用查甫的先卖啦，查某的先卖吗？查某的吗？查某卖到有钱吗？啊，是查某卖到有钱吗？2000年前，查某卖到有钱啊，查甫卖到有钱。查甫卖到有钱。查甫卖了了，查甫去做苦工，做啊嘛也阁无啊多，连查某的，你查某的，迄个两千五百年前，女人是没有价格的，但是连女孩子也都卖，你知出来无看吗？产妇会先卖产妇，等产妇还是等囝？先等产，注意哦。才能等来，有价值的先等啦，等到最后是无价值的，最后是啥？查某囝，哪行咯？连一拍的利息都交袂起，交袂起了就是袂，因为迄个时代，你等起咧，伊个重建的社会充满了这样的内外的危机啦，到处拢谈。连你家己的犹太人，家己犹太人，家己本身咧做官，有淡薄啊势力官兵，嘛拢是咧吞蛋，伊伫咧讲遮啦。然后甲遮人叫来了后，接毕了，欢迎到伫上帝面前重新立约，大家人侪哦。
现在产主题拢用的，但收的是百分之一的利息，万年收，大家人在使用。然后听候烧了，第三休息了。现在在休三，三有啥？咱即摆生活方式无通体会遐嘛。是休三的目的是啥？三拢有土粉啦。所以那休了，你就会看到灰尘他妈的飞啦。咱即摆三休了，有土粉？无啦，因为咱拢空干巴干嘛。因为咱咧即摆拢有洗衫机伫咧做咧洗嘛，啊，咱太太拢真认真，每天为我们洗衣服嘛，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那个灰尘。以前咧那衫啦，滚一下揪落去了后，即摆恁若要看到土粉哦，靠机会看啥？揪迄个棉被干部，以前那棉被拍落去就规个土粉嘛。啊！即摆你个面皮拍落干部，无啦，因为恁兜都拢嘛恁去个，恁兜都太热，无啦。你即摆咱伫厝内拢无啊啦。即摆差不多一个所在，咱看到土粉啦。恁兜有地毯无？地毯你该拍拍个。亲像安尼啦，迄个土粉足济啊啦。然后伊第三个来救救个，讲所有只个今仔日伫只西域个人，顶起来无照安尼做。愿上帝把恁亲像安尼休掉，安尼永远伫救助的内面。啊，人讲阿门阿门。有几个在咧讲阿门的声，喊大声，最喊大声，还是遐百姓喊大声？百姓。通过这样的一个行为，把所有已经心灰意冷的百姓重新召回，重新搁个正做一家人。咱独家的姐妹说过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真的，我们是一家都是神。请马英九不要到我们这里来，把我们当成人看待了。啊，我们真的是一家人，因为你这个家真的是一个和睦的一家。你也当看，受灾受难的百姓，你要感谢神，说阿门，阿门。大概他们信仰比较重建。大概人的认同，犹太人的认同重新招聚，因为我的官已经跟我们徛到底了，我不相关了。我已经真正的当在伊的面前，正做一条安全感了。由于摕到最官了，哪会当安尼？咱讲无论什么人来做咱的官，咱拢哈利路亚；无论多一党的人来做咱的官，咱拢哈利路亚。你要安尼讲无？阿门。所以，咱把马来台湾的经济没有色彩，政党没有色彩，只要谁能爱我们的百姓，他我那都会当讲，你就是我来当啥子？咱都爱立个定，立所有不管你什么政党噶色彩的人，在咱的面前，大家人真正尊民为大，为民服务，伊真正成为耶稣所讲的众人的公仆。你若真正听。你都唔通出卖，你若真正听，就真正会当三脚来去做，互咱伫上帝面前会当真正成做一家，成做一家。这已经真水个，到最后我要看的是尼米，伫最后十十号才讲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个百姓所行一切事，施恩予我。因为伊所行所做，拢是照上帝的命令；所行所做，拢是为着起造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的百姓。三甲定心，苦来拢搁苦倒来伫上帝面前。来，咱到底在十九章，关十九章嘛，做咱的祈祷，咱共同安尼来祈祷讲一下。来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纪念我为这百姓所行的一切事，使人。我想咱个大家人用即款个心情三到来个时，我要讲，基督徒会当奉主个名去做大官无？会当啊无？我毋望咱中间有人真正好去做公务人员，我毋望咱中间有人真正好去做县长、市长伫外围个，咱真正奉主个名，因为最佳个人，你手里有足侪实权。把这个权柄做大，把这个物件给伊变做
成做一个公平正义的工具，然后你成做一个暑假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恳求上帝赐福哦，给咱今仔日真爱，要真的努力抓虫害，然后让我们当中只看到爱，爱之就是建造的力量，爱就是擦去眼泪跟恐慌的力量。好，先来一个。主，我感谢你疼我，你不爱我流屎，你不爱我哀求，你不爱我惊吓，你不爱我伫权力无平等的中间，人因为安尼来受疼你。你毋忘我咧，咱伫疼的内面成做合一，伫疼的内面三个步步起坐，伫疼的内面甲上帝的性命相连接，因上帝就是。所有知影人听过去行的人，就是上帝的百姓。我感谢你伫耶稣基督内面教我这个道理，感恩基督，靠主圣名，阿门。